已知银离子的标准环电位为 0.8 伏特，则反应 2Ag 正加1负变成两倍的银金属的还原电位为多少伏特。然而半反应电位为倾向与反应方程式系数无关，也就是电位并非能量，不会随系数而改变，因此两倍的 Ag 正加2依附变两倍的银，它的还原电位依然为 0.8 伏特，所以答案为 D 选项。